没完没了了！陈副官，让你久等了。女王陛下的像我已经绣好了，请你过目。 我说过，我不会让我的丈夫离开我。大少奶奶，我终于知道什么叫巧夺天工，惟妙惟肖。佩服，东西我已经拿到，我就不便多留了。大少爷，大少奶奶，有空一起喝茶，告辞。哎呦，这下好了！哎呀，大少奶奶没事了，多亏少奶奶。吴霞。 你没让我失望啊，爹！真好。这什么茶呀，烫不烫、凉不凉的？快给我拿走。这茶呢，不是那么喝的，要慢慢的品，才能领会其中的滋味。二姨她喝了那么多年霍家的茶。 怎么今天才会觉得这茶味道不对呢？你别在这说风凉话了，我就奇怪了，你怎么一点都不着急？哼，那天在大堂上我就气不打一处来，哼，好像你还为他们高兴似的，真不知道你在想些什么。哎，我怎么想的不重要，关键是看我怎么做的，怎么去走下一步棋。 你怎么下棋我没看见，我就看见你怎么帮他忙了。你说一个霍东卿还不够，又来一个余霞。本来以为一个乡下姑娘她起不了什么风浪，现在倒好，这霍家上上下下都围着她转，都恨不得踢到她身上去，一帮贱骨头。怪不得老爷说那句话，有本事啊不怕人注意不到。哎呀！ 你和一个小姑娘置什么气啊？不过这个玉无暇倒是真不简单，别看她弱不禁风的，却是个有脑子的女人。让我霍万红佩服的人不多，她是一个。哎，听说玉无暇的娘和三妹也来北平了。什么？一家三口都来啊？嗯。好啊，来得好啊！你不是佩服她吗？你找她去啊！你要是有本事找她去啊！ 吴霞，娘，想死你了！娘，姐，三妹，吴霞，娘，爹，娘，哎呀，这次女皇画像的事多亏了吴霞，是，她不仅帮东青渡过了难关，还给我们霍家撑足了面子。是，吴霞，别傻站着，坐呀，啊，坐。哎，哎，亲家母。 这次来是游玩还常住啊？啊，拖着浩庭的音符，我们玉家的生意总算是有起色了，所以我心里也宽慰了很多。因为太想吴霞和芷兰了，所以就带着红玉来北平看他们。那是，毕竟是一家人了嘛。不知亲家母找到合适的住的地方没有？
暂时还没有，我已经让芷兰去打听住处了。嗯，说不定我们暂时在浩庭的一位故友家里先待一待。亲家母，一家人不说两家话，况且我们早把吴霞当作自己的女儿了，现在局势这么紧张，我前天跟老爷商量过了，我们家在前门大街有两个厢房，虽然小了点，但也算干净，如果你们不嫌弃的话，就先凑合住下。啊，这怎么好意思呢？哎呀，这有什么呀，都说了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嘛。就怕你们住不惯北方的房子。啊，怎么会呢？行，就这么定了。财叔啊，在，派人把前门大街的两个厢房收拾出来，请亲家母和三小姐去住。知道了，大奶奶。啊，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啊，真是打扰你们了。吴霞啊，你娘刚来，今天呢你就陪你娘吃饭，不用和大家一起吃了。谢谢爹，谢谢娘。姐，哎呀，二叔，好，亲家奶奶，啊，你来了，啊，啊，我来看看吴霞。好，吴霞可是我们霍家的功臣呢。啊，二叔过奖了。红玉，来，见见二叔。二叔好，我是红玉。二叔，那没什么事儿，我们就先走了。娘好，走。嗯，先走了。娘，赵叔怎么样？挺好的，他可惦记你了。这么长时间没见，怎么还挺想他的呢？怎么会长得这么像？打电话来说你娘来北平了。什么？来北平了？娘，快坐。嗯。娘，您瘦了。家里生意好吗？好什么呀？自从爹走了以后，那些无赖老来家里要地契，娘说不过他们，饭也吃不下，觉也睡不好。别听他胡说。娘，红玉说的是真的吗？家里到底出什么事儿了？家里的生意啊，总算是有起色了，你就放心吧。你一个人在这不容易，不过娘看出来了，你公公婆婆都挺喜欢你的。冬青呢，他也喜欢你吗？啊，我听说他当初并不是很同意这门婚事，新婚之夜他都不在新房里。那现在呢？你们怎么样了？娘，我们挺好的，您放心吧。这么说你们已经同房了？好好的，怎么烫着手了？没事，没事，没事吧，芷兰？我还有课，我先走了。哎哎哎呀，芷兰这孩子总是冒冒失失的。都收拾干净了。哎，二小姐去哪儿啊？哎，好嘞。侮辱啊！侮辱，热乎着。跟前。多吃点，干活快点。哎，您再来啊！热乎着，来杯点酒。
二小姐，是你啊。来，给你。怎么样，没事吧？怎么喝那么多？你谁啊？我娘都不管我，你凭什么管我？我是你二叔啊。哦，你是我姐夫的二叔，我不认识你。二小姐，你不开心啊？开心？我有什么不开心的？我读的书又多，我懂得又多，我有什么不开心的？可是他们就是不理我，他们不喜欢我。谁不理你啊？你聪明、大方、有学识，为什么没有自信？为什么没有勇气和他说呢？因为他是我姐夫，我喜欢霍动青，你知不知道？你说我哪一点不如他？可他就是不喜欢我，喜欢他。不要这样说，你什么都比他好，你模样比他好，世面见的比他多，而且你是个善良的女孩子，总有一天他会发现你的好的。卖报卖报，霍家大少奶奶亲自刺绣比利时女皇像，栩栩如生，今已送往比利时。卖报卖报，霍家大少奶奶亲自来，我买的报。哦，来给。卖报卖报，霍家大少奶奶亲自刺绣比利时女皇像，栩栩如生，今已送往比利时。大家都听着啊，今天找你们来是有件事要宣布啊，这件事关系到霍家的将来，所以在场的每一个人都要给我听清楚了。我年纪已经大了，身体也大不如前了，霍家迟早要有人接手来管的。前些日子霍家出了些事情，好在祖宗保佑，化险为夷，所以啊，我觉得在这个时候把霍家的新当家人推出来是最好不过了。冬青啊，你过来。爹把这个家现在就交给你了，以后你可要好好挑起霍家的这个担子啊。不，爹，我太年轻了，况且爹的身体还很健朗。不要再说了，爹也是从年轻时候过来的啊，人是要经过慢慢锤炼的。爹相信你一定会做得很好，因为啊，你是我霍万才的儿子。积攒下了霍家的这份基业，我和你娘都商量好了，如今这个家已经交给了冬青，这块玉就应该交给你来保管了。啊，爹，武侠，你是我们霍家的好儿媳妇儿，你为我们霍家做了那么多的事情，这个应该属于你。嗯，武侠，既然娘这么说了，你就拿着吧。来，拿着。娘，您放心，我一定会好好保管的。
哎呀，过几天呢就要闹花灯了啊！我准备啊，在花灯节那天亲自摆宴，向北平的各界宣布这件事。好，好，请请请请请，哎，请，哎，里边请，里边请，哎，好好好好，哎，里边请，里边请。哎，罗少爷，三叔还以为你从上海赶不来了呢。哎，这样的大事我能不来吗？那太好了，来来来，罗少爷来了。看这花灯好看吗？好看。罗先生，喂，这么晚才来啊？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。这不来了吗？刚才去哪儿了？罗先生好。啊，弟妹好。嘿，小东哥，罗大哥，别好不好了，爹已经等你很久了。走，好，走，走。各位各位，今天呢是花灯节，我霍万才特意请各位来我家喝杯喜酒，是有件事情要跟大家说。霍某啊，在江湖上打拼已久，应该谢谢了。以后啊，我们霍家的生意就交给我的大儿子霍东青，我呢就在家享享清福了。希望各位兄弟们以后啊，多多指正我的犬子，有做的不对的啊，尽管批评，做的不周到的请多多包涵。东青，敬各位叔叔伯伯们一杯酒。东青还有很多地方要向各位长辈学习。万才兄，东青年轻有为，你后继有人，真是好福气啊。来，我也敬大家一杯，干了！来，来，干，干！不在里面，怎么一个人出来了？没意思。哎，你怎么也出来了？我刚刚多喝了两杯，出来吹吹风。我觉得我离他们很远，但是我的家庭呢？又要求我必须离他们很近，太深奥了。对了，你觉得吴霞怎么样？少有的好女孩，能和她在一起生活，是你的幸运。我也这么想，只想告诉你个秘密，我发现我已经爱上他了。其实我从来都没想过我会爱上一个包办婚姻带来的妻子，但这一切却真真切切地发生了。你不知道他有多可爱。嘿，你怎么了？啊，没什么。嗯，我真替你高兴，你终于找到自己的爱情了。冬青，要好好对待吴霞。我知道。大哥，哎呦，慢点儿，快点。哎，东康来了。东康，怎么了？大哥，今天夜市上有花灯节，啊，好漂亮，你带我和大嫂去看看花灯吧。啊，是啊是啊，爹和娘都答应了。那好吧，就让人备车吧。哎，一块去吧。啊，不了，我还有事，啊，你们去吧。哦，那好吧，走吧。来来来，走走喽。哎，慢点跑，快走啊，大嫂，小心台阶。你喜欢哪个呀？哎，挑一个。我喜欢这个。啊，这个喜欢这个。这个多少钱啊？两文钱。好，要一个。哎，好嘞，您拿好啊。谢谢。来来来，拿着，走吧。啊，哎，啊，这边来躲一躲。吴霞，
你们在这别动，我把马车叫过来。别哭了，你们家里人的小朋友，小朋友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啊？啊，你们家里人呢？小朋友，怎么样，摔着没有啊？啊，别哭了啊，啊，没事。吴霞，小四，怎么会是你啊？你怎么会在这儿的？吴霞，我特意来北平找你的，你快跟我回去吧。嗯嗯，吴霞，我找你好久了。在这等我，哎，跟我回去吧，吴霞。啊，哎，哎，小心吴霞，这边。哎，哎，吴霞，吴霞。哎，小四，大哥，大哥，吴霞。小四，吴霞，吴霞。小四，吴霞，东康，吴霞，快走吧，马上过来。啊，快走啊，吴霞，吴霞，别动，快，别动，别动，你们抓我干什么？快走吧，吴霞，快走。你们抓我干什么呀？你们抓错人了，吴霞！吴霞！哎呀，真是吓死人了！你看看，哎呀，娘，没事，我是小英雄。哎呦，小英雄个屁！告诉你啊，以后再也不许跟他们出去玩了，听见了吗？为什么呀？跟大哥大嫂出去非常刺激，还有一个哥哥可厉害呢，一下子就把我抱起来了。什么哥哥？我不认识，好像大嫂认识。他还说跟我走，跟我走，走哪儿去啊？我不知道了。后来我们就上车了。跟我走。哎，儿子，你可是帮了娘的大忙了。哎呀，真是娘的好儿子。嗯，真乖，再亲一个。嗯，说说吧。不知二奶奶让小的说什么？好啊，我给你提个醒儿。昨天在花灯会上，是不是你给东青他们驾的车啊？是小的。你看见大少奶奶跟一个男的说话了吗？哎，这个，看见了。用得着我教你怎么办吗？二奶奶，我也不能说大少奶奶跟那男的就有什么吧。再说二爷也没吩咐，听二爷的就不听我的是吧？小的不敢。去，把那个野男人给我找着，我要让你们二爷知道，我也是有脑子的。还不快去！是，小的这就去。春秀啊，春秀，二奶奶，您找我？东康呢？东康在后花园玩呢。去把他叫来，我带他呀，给他爹请安去。是。爹，嗯，昨天张伯伯给我介绍了一笔南方的生意，货量很大，刚好补上了我们在东北的损失，我觉得不错，所以想听听爹的意思。好，坐。这个事儿你是怎么想的？从现在的情况看，日本人屯兵关外，看来这仗迟早是要打的。狗东西，这些小日本。所以我看有两点。第一，我们要逐步打通南方的生意，把我们的工厂开到南面去。这样万一战事一起的话，我们就不用怕。嗯。第二，我们要提高纺织的工业化程度。虽然上一次的火灾是因为机器的问题而引起，但是我认为这条路不能变，现在已经是工业化的时代了。东青啊，我把这个家都交给你了，理应由你自己来做主，但是我得说一句，大清朝的时候就开始说洋人，一直说到现在，怎么样呢？咱们中国人吃亏就吃亏在洋人的身上，你看那个大石栏啊，原来有多少咱们中国人的店铺，现在可倒好，都成了洋人的天下。你爹我能有今天啊，全凭江湖上的一个义字。
冬青啊，我知道你是留过洋的人，但是爹还是跟你说一句，中国人就得用自己的玩意儿，手上得有绝活。我说的你明白吗？这些我都记住了。爹。爹，我帮你捶捶吧。爹，舒服了吗？哎，舒服了，儿子。还是你好啊！来，让我扎一下。儿子，去看花灯了？去了。好不好看？好看。嫂嫂还给我买了这个。哟，花灯好看是好看，可是我们大少奶奶呀，好像比花灯还要好看呢。哦，没什么，只不过在灯会上看到一个以前的朋友而已，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情。吴霞，你怎么一个人跑到这种地方来呀？吴霞，好了，没事了，没事了，啊，吴霞，你刚受了惊吓，身子还有些烫呢，要不要看大夫啊？小翠儿，二姨太忙什么呢？我们大少奶奶这几天身子不太好，我给她送点鸡汤过去。二姨太有什么吩咐吗？没事没事，忙你的去吧。嗯。大少奶奶过来这段日子，把你忙坏了吧？可不是吗？大少奶奶人倒是好，就是来了咱们霍府啊，事情是一档子接着一档子，真让人有点吃不消。哎呀，这话算是说到点子上了。你知道大少奶奶是什么人吗？不是苏州一家的大小姐吗？不仅如此，我还听说呀，大少奶奶出生那会儿，有个算命的先生算了她能克死她爹，
这玉老爷一害怕就把他送到牛关去了，可是他呢又不甘寂寞，自个儿从山上跑回来了，结果他一下山，玉老爷立马归了西。所以这苏州城里的人呐，他们都知道这个玉无暇是个不祥之人。二姨太，您可别吓我，少爷待在咱们家会不会也……不过少奶奶人这么好，我怕的就是这个。你说他人再好，我们也不能陪着他一块去死，是不是真的？那要不要告诉大少爷啊？没用，大少爷是留洋回来的，再说他这么喜欢大少奶奶，你说他能信吗？那可怎么办啊？哎呀，小翠儿啊，我一直都觉得你是个好姑娘，要不这么的，你帮我密切注意大少爷的行踪，一旦有什么情况赶快告诉我，我再来想办法，明白吗？嗯。这个，我可是为了大少爷好，为了这个家好。嗯。二姨太慢走。歇会儿吧，不用这么辛苦的。七七四十九针的针法是要一气呵成的，最近功课疏忽了，手头都慢了，不听使唤了。啊！怎么样，没事吧？吴霞，你是不是还在挂念小四的事啊？在北平城里找个人，不是那么简单的。人我都已经派出去了，你别胡思乱想了。没事的啊。嗯。对了，这些都是什么啊？我一点都看不懂啊。这些呀，就是刺绣的针法。少爷，鸡汤已经炖好了。好，来，先把鸡汤喝了，待会儿再继续吧。二爷，柳安，什么事？二爷，您还记得那天我跟您提起过花灯会的事情吗？花灯会？哦，你说玉无暇他？没错，二爷，这事儿二奶奶也知道了，她还让小翠儿偷了大少奶奶的一份手札，模仿上面的笔迹，伪造了一封书信。你怎么知道这么多事？这些事儿都是二奶奶让我经手办的。二爷，咱们要不要做点什么？不，什么也不要说，什么不要做，在二姨太面前千万不要提我知道这件事，我只要好好看出戏就行了，明白吗？明白了，二爷。哎呀，这怎么好意思呢？尽受你们霍家的好处了。好说好说好说，把他带上来。是。好，你们慢聊，我还有点事儿。哎，您请您请。走。你谁啊？小的刘安。是霍家的下人，今儿啊是大少奶奶让我来找您的。是吴霞让来救我的是吧？吴霞她好吗？她怎么样了？能好得了吗？你也知道我们霍家在北平是有头有脸的大户人家，这大少奶奶嫁到我们霍家可不比平常的人家，这平时说话办事都要考虑再三，万一走错了一步或出了什么岔子，这大少爷都帮不了她。
都是我不好，我当初就不该让她嫁过去。大少奶奶啊，心地善良，人又那么知书达理，不过大户人家有大户人家的难处，这人太善良，容易被人欺负的。有人欺负他？刘爷，刘爷，我求求你，你带我去见他好吗？见总是要见的，不过不是这样的见法，你还是先看看这个。无暇自杀。刘爷，刘爷，这是真的吗？可是你为什么要帮我们呢？啊，没有别的，大少奶奶啊对刘安好，刘安记在心里呢。刘爷，我跟吴霞会记着你一辈子的，麻烦你回去之后告诉吴霞，到时候我一定按照心里说的地方等她。少奶奶请啊。今儿啊，厂子里来了几位客人，他们都听说了少奶奶的名气，所以想见见您。大少爷就让我给您在戏楼订了戏票，说是在戏楼等您一起看戏。可是，东青少爷一向很少听戏啊。少奶奶，您是不知道，现在世道这么乱，做生意难呐。大少爷要是不应酬的话，咱们霍家哪有生意可做呀？您说是不是？少奶奶，请。哎，少奶奶。哎，怎么不是才叔？哦，少奶奶，三叔今儿有事儿，大少爷是特地派人来接您的，您就放心吧。少奶奶，时候差不多了，啊。少奶奶慢走。这这这这这这停车，师傅，你把车停下来。师傅，把门打开。你要对你刚才说的话负责任。这事儿关系到咱们霍家的名誉，难道我还能毁了霍家？我是亲眼看见大少奶奶在那儿上了马车，而那辆马车的确不是我们霍家的。老爷，闭嘴！你确信？我敢拿性命担保。大少奶奶去哪儿了？老爷问你话呢。今儿晚上掌灯的时候，刘安来过。他说大少爷在龙凤戏院给大少奶奶订了戏票，大少奶奶才出去的。刘安，哎，老爷，大少奶奶和大少爷一起去看戏，这可不是冬青的做派。老爷，小的该死，小的该死。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小的不知当讲不当讲。说。你这哪来的？少奶奶的确是被人接走了，而且还是小的安排的。什么？接走少奶奶的人叫李德发，他们从小一块长大，所以你胡说，你胡说！老爷说话轮得到你问吗？刘安，接着说。接着，他们就给了我这些金条，知道大少爷今晚在厂子里有事儿，就买了通州码头的船票，预备着一起。老爷，这事得问清楚啊。
吴霞她到底……大哥，吴霞不像这样的人呐。他们现在到哪儿了？这会儿应该在路上。好，好，算我平时没有亏待你。我现在不追究你的责任，你去带着人，一定把他们给我追回来。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，明白吗？是。啊，不不，走。老爷，老爷，他们栽赃，他们诬陷大少奶奶冤枉，大少奶奶冤枉啊！他们栽赃，他们诬陷。滚！我还没找你算账呢。老爷，大奶奶，救救少奶奶，救救少奶奶呀！你啊，不是我还是谁啊？你怎么会在这儿出现啊？不是你约我来的吗？我约你？哎呀，好了好了，不要管是你约我还是我约你了，没时间了，咱们赶紧走啊！哎，走！哎呀，你放开我！你要带我去哪儿啊？哎呀，只要咱们能在一块儿，去哪儿都行。你胡说些什么呀？我是东青的妻子，我不会和任何人走的。惆怅几宵遥，千般苦，百般恼，命运总是太潦草。心无愧，酒好浓稠，哪怕望尘望不到，频频与尽头，赶也赶不掉。再糟糕也微不足道，心无愧就太重要，就算是是非颠倒，俗世浪滔滔，爱恨谁知道，好不好都已成套。